即阵咱国内是出现欠药的问题，有民众提药单去社区的西药房，煞四个拢领无药啊。卫福部就表示讲，欠药的原因真复杂，除了是原物料欠缺，国际上有战争、有疫情，嘛是原因之一。目前，咱政府已经赶紧联络国内的厂商，爱增加产量，嘛有找国外的厂商斗支援。药品欠缺，即阵常常传出民众提药单去社区的药局领无药啊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证实讲，国内目前的确有一项问题，原因除了国际原物料无够以外，战争、疫情嘛拢有牵涉，上大省会针对无代替性药品去处理。因为这个国际的需求比较增加，成本的考量，或者是国内市场比较小，另外就是制造的问题。那这制造问题包括这个原料厂、原料药、那它的短缺。首先呢，我们是针对这个所谓没有三酮替代的、这些药品、或者是没有属于比较这个独门的这个药物的十五项。卫福部表示，优先处理的药品有抗生素、儿童药物、甲降血压等等。除了要求国内厂商增加产量，嘛会找国外药厂来支援。另外，健保署讲，健保药价已经两冬无调整，预计四月初一会调整。要唔过，针对有欠缺药价，已经是低价，新药无符合成本的这三类药啊，目前暂时未叮当。就是每年都要进行的。那么它的做法呢，主要就是根据那么我们去做的市场的调查的售价。跟我们健保合价之间的价差，然后根据呢前一年的这个药费支出总额的超出情形，那么做次一年度的调整，不符成本的药品，那么还是可以提出来，那么我们重新来看它的成本分析，重新合价。是药所署长吴秀梅强调，目前有将阿波药的进度，另外嘛有加强防欠药品中心的运作，欠药的医疗院所会当随时登录药品的资讯，确保药品的调度和数量。记者麦尚林玉凯台北报道。